So, 然后等下会 serve 你的 second course。First class， 好 ，OK， 感恩。324到335，我们读到，现在是半个小时，读到9:30咯，好，半个小时。我望人家，一个是爱做，一个我们是会被老人的。我们做东西事情是那个叫什么？考验我们，考验我们的成长的力量。当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、不好的人的时候啊，你要想从你的正面想起，是考验我们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的那个真心要起来了，啊，要起来。你告诉他他是阿修罗的，可是你的正念、你的毅力提出来，你就能战胜他。这样。想感受或者表现自己一向尊重的爱护，每一位师兄师姐。爸爸技能要求大家之间的还是基本的就是正直的那种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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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就是曾经的那个法脉，我们听过、走过的，我们就跟你们分享啊。要读的可能你们在书上就读到，所以呢，他们讲上人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家。其实上人他是一个小女人嘛，啊，是吗？20多岁上人就出家，上人啊，可是他的一心啊，出家的心念就是什么呢？净化人心。想的时候，天下无灾难。可是好，昨天因为刚好，因缘是5月9号，刚好就有一个教授来这边，然后没有别的时间，就是当天，所以，那天丽佳师姐就讲说，需要就是大家们来做拜拜。什么方法让他睡觉呢？结果他就是睡很爽的时间，然后就是。但是我就跟他们讲，我想说，你们知不知道？跟你们讲一个，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一只手你要想打都没有人可以跟你打，没有声音的吗？他们就在讲说，人家要做你，我们不能够改变别人，我们就改变自己。所以就跟他说，人家做你，你不要管他咯，一起呀、啊，然后给他们开心的。说话叫我们起床，他们全部都没有说会哭啊，那些不会咯。因为我是用那种这样啊，跟他们玩的方式啊，叫他们起来，那么汗的啦，他们也是要起来的，他们也是要说样子。然后我就是会啊，跟他们讲说是要要抱抱啊这样子。三轮式，三轮式。